开心对镜头挥手，佛光山台南区总住持满洲法师带着700多人从南台别院出发，要一路走到安平古堡再折返，运动同时也兼顾公益。你跑步我捐粮了，我们今天呢总共要捐出了7000包的吉祥米，感谢大家，你们功德无量。开心共舞借此机会庆祝台南建成400年，佛光人热情感染参观安平古堡民众，浩浩荡荡场面也让大众看见佛光人减碳爱地球决心。发送平安粥迎接走完超过7公里路程的每个人，南台别院响应全球复苏公益路跑，邀请市民一起行三好。人类是台北台南综合报道。